吼吼，这一把，吼吼，这一把好帅啊！那这边先跟你们讲一下哦，你们那个没嘛，你们那个卡登的，就是你们要卡登的，你们就是去私人伺服器那边，从私人的伺服器那边进去就可以去加入，直接从那边手动去加入了，哦，就不用那边等。下面所谓可卡顿的现象，有这个刚好有没有？今天要讲的这一把，哦，他现在坐下来迈起走路姿势啊！我搞错掉了呀！我靠！我们不要看武器了啦，看脸呐！那每个人 skin 都不一样诶。哈哈哈，关羽刀，摇摆，开始玩得津津有味。我觉得这就非常红诶。哎呀，等逃达人跟谁？他跟等逃哦，等逃这么强哦，我家等逃这强诶，你们觉得谁会赢？我觉得 Andy 会赢啊，AMON 一起想，AAMO 一起想，哦，是我们那个红五的那个，靠，OB 连武器也太美了吧，OB，武器也太美了吧，OB，哈哈。哎，今年我要上去上头前，我要体验快速死掉的感觉。你通 去做障眼法啦，我感觉啦。可是我觉得很难呢、欸，因为我觉得我每次都来不及啊。他换武器了。这个是上一集的第一名啊。